拿走了，怎么指引客人啊？你们是来参加婚礼的吗？婚礼都结束了。结束了？对呀、啊。可新娘还在这呀。你就是那倒霉新娘啊。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事情是这样，岂有此理，气死我了。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了奶奶？您是不知道啊，这个方言他简直就不是个东西，这太不像话了。他丢的不是我的脸，那是您的脸呀。您怎么能让我跟这种人结婚呢？您这坑的不是您孙女儿，您坑的是自己呀。你也不能打人家呀，小兔崽子，我打的是你。你打我干嘛呀？我说呢，我这是太疼了，你不出现让我丢尽了面子，你还编排人家，我再打死你，我说的是事实，打你。奶奶你别打了，他逃婚我也有责任，你要打就打我吧，可别气坏了身子啊。你听听，人家还给你求情，多好的孩子。你他这哪是替我求情啊，分明是怕你打不死我。我就打死你，我打死你。方言你大爷的。你是猪啊！你别动，你以为我愿意给你上药？要不是奶奶吩咐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要不是你，我能被打成这样？那是你自作自受。你想干嘛？装。从头到脚，明码标价。你往尊重点，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你干嘛去啊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起来！我看陆总这小模样，倒也有几分姿色。这从头到脚，明码标价。今晚你睡地上。
多谢陆总割爱，奶奶知道肯定会很欣慰的。趁我睡着，纠正一下，是你趁我睡着爬上了我的床，并且还不可能。我就知道陆总醒了不会承认，我特意录了视频为证。手机给我，给，给我，给，给我，给我。我什么也没看见，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你们继续啊，继续。下去。陈总来了。哦，好。坐。王先生，别那么拘谨，咱们又不是第一次见面了。喝咖啡吗？怎么，喝不惯？你认识我？当然，婚礼上不是见过吗？实在抱歉，对于在我背后的人我没兴趣。也正常。那我就介绍一下，我叫江城，是小锦的好朋友。是吗？怎么没有听我们家小锦提携过你啊？你家小姐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们的婚礼，小锦好像都没有出席吧？怎么就成一家人了？婚礼不过是个形式而已，我和我们家小锦都不在乎的。是吗？
那看来方先生还是不太了解小姐啊。江先生很了解他吗？说实话，你挺让我意外的。我回国之前就在想，是什么样的男人能让小景改变心意，为此我还挺担心的。但看到你之后啊，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什么意思？恕我直言，你压根儿就配不上小姐。是啊，我也觉得。可是，谁让奶奶喜欢我呢？非要让我俩在一起。我去给你倒杯茶，这个应该很适合你。这江总是什么人啊？看咱陆总跟他拥抱那架势，像久别重逢的恋人也说不定。恋人？那方不能吧？陆总脚踏两只船啊！那谁说的好？瞎在这吃什么瓜呢？江总是陆总的好朋友，当年和陆总一起创业的，懂吗？明白明白明白。孩子，想什么呢？这些饭菜不合胃口啊。要不奶奶给你煎个鸡蛋去。奶奶给我也煎个鸡蛋。我看你像个鸡蛋。奶奶，到底他是你亲生的还是我是你亲生的？奶奶，我没事，我就是没什么胃口。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吗？我看人心眼太多压着胃了。奶奶，我没有不舒服，我就是心里有点难受。那说给奶奶听听。奶奶，我今天去小景的公司遇到了小景的朋友，他跟我说了很多小景以前的事，我听完之后有挺多感受的，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有一个愿意为我殚精竭虑赴汤蹈火的好朋友。好朋友？谁呀？我说话能憋死你。江城。江城？你们还有联系？不怕您知道，我已经任命江城为公司的总经理了。奶奶，你叫他什么？啊？怎么了？我看你是舒坦日子过够了，怎么着？给你外调？别呀，老大！你给我听好了，这位方先生不是什么方总，他跟你们一样。你说，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好呢？
方先生，您对我的工作安排还算满意吗？满意。如果陆总没有其他安排的话，那我就先出去工作了。去给我买杯咖啡，十点之前送到办公室。好的，陆总。3, 2, 1。陆总，这是你要的咖啡。你迟到了3秒钟。而且，咖啡我只喝冰的。没有人告诉你，给老板办事要先了解老板的需求吗？回去跟奶奶说，是你自己走的，我可没干。谁说我不干的？我这就去给你再买一杯咖啡。行，你有种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3分钟。等等，陆总还有什么吩咐？把这个拿走。你受不了了，走啊。你别急，等我把这里收拾干净了，就再去给你买一杯，马上就有的喝了。这你都能忍？说，你处心积虑的接近我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没有啊。你没有？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你喜欢我吧？如果我说是呢？不打扰吧，江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真是不巧，让江总见笑了。你找死啊！你俩不带这么虐狗的呀。不过小姐，作为公司外聘的职业经理人呢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公司可是禁止员工谈恋爱的。江城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对，在公司不好做什么。不过没关系，在公司不好做的，咱们回家再做。好好工作，亲爱的，我先出去了。小姐，小姐。啊，江城，那个我，哎呀，他。我明白，是他一厢情愿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当然是好事儿。只要我们按照计划一步步执行下去，我保证不出一年，中华地区餐饮类市场份额我们至少可以占到一半，甚至更多。到时候我可是要跟你讨个头功的，分红最起码要 double。没问题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江城，
这种豪言壮语也只有你敢在我面前说，到时候别说分红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要什么都给我？啊，小姐，你这么聪明，该不会不知道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吧？别这样，你也是够拼的，到时候给你三倍、四倍、五倍都行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，我是……不早了，你也累一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江总，真的没想到你会出来。这不，我看二位老总开会辛苦，想着给你们俩送杯咖啡，一没注意，劲儿使大了。你一定大人不计小人过吧？没事没事，没事，都是为了工作。慢点。你故意的吧？你觉得呢？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忍辱负重，恩爱情侣，你还真是什么都能演。你戏演的那么好，你怎么不去当演员呢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？你怎么了？别来苦肉计那套啊！你不会真的？我送你去医院。不去医院，留在家里。你回家。好，好，回家，走，走。你来就来呗，还给小锦带什么礼物？净整这些没用的。露露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有好东西当然第一个想到她了。他们回来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啊，老大你回来了。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我。还说这干嘛？傻孩子。奶奶，刚才程冉是不是来了？程冉呢？从来不会不接我电话的，一定出事了，我出去找找。小姐，这么晚了上哪儿去找啊？奶奶放心吧，我手机里有她定位。走了啊。我陪你去。你身体没事？你一个人去我怎么放心啊？走开！
事吧？你们在干嘛？刷。骗子，你结婚了，谁跟我去养老院啊？姓方的，我杀了你，杀了你！你笑什么？今天看到老婆疼了你。你早点休息去吧，今天晚上我在这儿陪他。让我先出去了。你不是在隔壁陪陈冉吗？怎么，没有我你睡不着啊？还能消遣人呢，看来没撞出什么大问题。那我走了。哎，谁说没什么大问题啊？问题可大着呢。啊？是吗？嗯。要不你拖了你检查一下？拖吧，我倒要看看你哪儿的问题比较大。问题问得好啊，如果不是我有先见之明，知道你不靠谱，在你手机上安装了定位，此刻的你应该是出现在早间新闻上。让我想一下标题吧。有了。女子酒吧深夜买醉，惨遭流氓毒手抛尸荒野。我先就是你想的那样的，那我还挺幸运的哈。你还有脸笑？说，怎么回事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喝酒了呗。千金难买我乐意，本公主的事儿你少管。不说实话是吧？本来就是啊。好。露露，你个大骗子！你结婚了，谁跟我去养老院啊？好吧，我说实话。你是怎么想的？你会觉得我因为方言不管你了？这还用想吗？你结婚之后，肯定一门心思都在那个方言身上了。你还有空管我吗？还有，你们都住一起了，你分明就是对那个方言动心了嘛。我们住一起就动心了？不对呀，就算我动心了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真是长得那么帅，平时看不出来是这样的人。那软饭还是香呀！你也是长得帅才能吃的挺好看，这种事牙口。对凤
知羞耻，欺骗老人，出卖死。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虽然有那么些小瑕疵，可是整体创意还是可圈可点的。对不起，老大，我不应该把奶奶的照片放上去。小姐，我拜托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先动动脑子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我肯定让你刮目相看。你干嘛？我找手机啊，手机丢了，是不是你偷的？哎，这是我手机，你偷我手机干嘛？你笑什么呀？这是我手机，在你这儿人赃并获，你还有脸笑啊你啊？承染呢，承染，就你这个脑子，你敲了涮火锅得了。实名制栽赃陷害，你可以呀，天才呀，你跟谁学的？后宫甄嬛传还有回家的药。你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老大，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这次肯定不会再搞砸了。你快闭嘴吧，祖宗，就你那个智商，以后不许再给我搞事情了，听见没有？老大，别跟着我！你怎么又来？陆总，火气别这么大，小心伤肝啊！你有什么事儿？没事出去，看着你我头疼。有事儿？怎么能没事呢？而且这事啊，还非得陆总帮忙不可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干嘛？我跟你说，这是公司。你给我起来！陆总，你别这样，这是在公司，要是让别人看见怎么办？陆总，别扒我衣服呀！陆总，别呀！这是在公司，要是让别人看见怎么办？陆总，别！陆总，陆总，是不是你把长琪叫来的？不是我，是你和陈冉。陈冉，老大，你找我啊？滚！他不是找我了吗？我又换题了。没想到居然还能在公司看见，说实话，挺意外。江总的话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听不懂好啊，听懂了恐怕方先生就无地自容了。江总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吧？毕竟明知道别人名花有主的情况下，还能像狗皮膏药一样的贴上去，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你说对吧？对，所以就贴上任奶奶了。快睡呀，陆胜一个，你肯定不行。这什么情况？你不知道啊？你是说老大绿了？这行了，行了。
你要说方眼还可能，江城不可能。前几天他还怎么？